Hola, ¿cómo estás? Hola, ¿cómo estás? Welcome to my video， 今天呢要带你去吃，哇哦，什么好料？你看，一盒，我相信大家肯定很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今天呢要带你去吃墨西哥餐哦，也是槟城首间墨西哥快餐厅啊。哇，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我先偷一点点给大家知道，里面呢就是墨西哥烤饼，不止墨西哥烤饼哦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哦。所以说呢，记得要把这个影片看到完哦。那新的观众，如果你订阅我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哦。走吧，我们去吃墨西哥快餐吧。好香哦，我那个芝士的味道。太香了，这样远了都可以嗅得到哦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去吃一个很特别的餐厅，这就是墨西哥快餐厅哦。哇，首先呢，要介绍这个整个桌子，就是这个墨西哥快餐厅的那个signature餐。首先呢，这包菜肴呢，它就是叫做 flower burrito。flower burrito 里面呢，它有包着有饭，还有炸鸡，还有新鲜的蔬菜加满。墨西哥的烤酱在里面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试试看哦，它的口感如何？哇，可以吃得出一股浓浓的墨西哥烤酱，还有他们里面有放那个有一点偏辣的那个。烧沙在里面，哦，哇，真的是蛮好吃一下。我最喜欢就是它的烤鸡，因为它里面的烤鸡它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 herbs 在里面，真的蛮值得吃。OK， 接下来另外一道菜肴呢，我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就是 Chicken Quesilla。Chicken Quesilla 呢，他们呢首先呢先拿那个墨西哥烤饼呢。就在烤炉上面先烤一分钟，烤一分钟过后再放芝士在这个烤饼上面，然后在这个烤饼上面烤了差不多
跑到那个芝士已经melt了过后，再加上新鲜的鸡肉，还有一些新鲜的蔬菜，然后再烤一分钟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就你就会看到好像印度煎饼，可是很相似，但是呢，做法有一点不一样。现在我来试试看到它的口感，可以吃的是浓浓的那种芝士的味道，哇！哇，真的是很好浓，又加上了新鲜的蔬菜，吃很爽口。接着呢，我为大家介绍的这道菜呢，它就是叫做 Chicken Double Supreme。为什么它叫做 Chicken Double Supreme 呢？是因为呢，它有两层，第一层呢，他们就是用那个墨西哥烤饼，只是烤一下，然后另外一片的话呢，他们就拿着烤饼拿去炸到很香脆的那种。现在我们来试试看哦，它里面的口味，还有它里面呢还有放，就是有切碎的鸡肉，加满烧杀新鲜的蔬菜。它里面那层的那个 nachos 的那个饼干，哇，很香。配上就是它的烤饼，加满它的新鲜的那个鸡肉。尤其那些人很喜欢 eat fresh 的，真的我很推荐哦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的打勾 special。哇，你看，会比较多，会比较大块的。这个呢也是墨西哥烤饼，可是呢，它里面放的料呢就不一样。它放的这个为什么叫做 Taco Special 呢？因为它的这个呢做法有一点的不一样啊，它就会放了比较多一点的香料，还有就是看出来好像有咖喱的那种。好，现在我们试试看。这个 Taco Special 呢，它有点偏甜，还有一点偏辣啊。主要呢，就是那些比较喜欢吃辣的人，哇，可以来挑战哦。是蛮辣一下，辣方面呢，一到三的话呢，我可以说是二的辣，可以来挑战哦，这个辣哦。最后呢，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，墨西哥最臭名的就是 Nachos 芝士，这个就是他们刚刚烤出来新鲜的 Nachos 哦，加买它的芝士还有那个鸡肉，现在我试试看哦，哇，真的是很香脆，很香脆。放了很多很多很多的芝士在里面，真的真的很喜欢哦。其实呢，讲到墨西哥餐，他们的就是他们的食物呢，稍微会比较普通一点，可是呢，你看了他的每一包的那个煎饼啊，包的里面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是它的口味，它的调味品。Okay， 新的观众如果没有订阅频道，记得要先订阅、点赞，还有开小铃铛哦。下一期见。